指甲没修干净的，嗯，这种指甲最难修，修了半截。这可能修的有点痛啊，忍一下啊。慢一点点。肯定慢啊。我是尽量修的不痛吧，是不是？太深了，它主要是淡到那个根部去了，看到没有？有点点痛吧？嗯，这么大一块，手术了吗？快了，差一点点，要切断了之后才能修啊。嗯，出来了。嗯，这么大一块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下面在下面，嗯，尖的那个在下面，平的是上面的。没那么痛了吧？嗯，就是那个这个东西，它就这一点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痛的一般就是那个地方。帮我消消毒啊！等一下。肯定要搞的，你放心了。这东西搞完了，肯定是都给你修好了之后再做消毒。嗯，我愿意收拾回来。啊，不要，我们家住在哪里？啊，不要，你清楚吧。对吧？不要。好吃好甜。啊，好吃也不要。不要。人家不要了，不要他啊！厨子说了好多遍，不要他跳进来。那不要吧？啊？要吧？把门口关上啊！我们回去挺好的。追叫你太太。好的。把门开开，它关上那个坏人。那有一次有个客人，他挑一楼旁那个椅子，那里给他补偿，他刚就叫他尝一个，最后呢不买他的，他还要他一块钱，那女的气完了，哼，这个人。这边这块指甲也是好大一块。痛不痛？有点痛吧。有点痛了。快马上出来啊！
没事啊。这个呢，它是，它上有一次它还摸我们这里顾客女的腿，出来了，啊，这一块，是指甲吧？不是假的啊。这边我讲得出来，这边我用那个讲得出来，这里面我讲不出来，这边。两边都搞得热。嗯，这个还痛不痛？不痛。这边本来就不痛啊。哎呀。洗脚这个事去讲讲，你讲不得。所以下次大拇指这种你就不要修啊，续可以，反正我修大拇指不要动我的，就没一般就没什么事。因为好多人那个大拇指都是在别人修，他主要是修出来的不说了，但是他没修出来这种最那个。这样呢？痛还是？本身就有点发痒，哎，你碰它肯定会痛。嗯，比刚才之前好一些了吧？应该。好的多。修完这种的地方，应该修完它都会有点痛吧？为什么？哎，你爸爸跟我修，帮我修这个大拇指，你好像没帮我修。嗯。这基本上是你爸爸帮我修，一点都不痛。但是这一次他已经痛起来了，那没办法，这种的水修都会有点痛的。但像我们一般修的话还能忍到这种痛，像有的地方他妈的那个别把我在这个指甲旁边这个漏给切开了。哪里？这个什么时候？就是上次去修啊。就我那个老板带我去。